就坐。各位老师，请大家就坐，我们下午的论坛就要开始了。好，大家经过了中午的一段休息时间，那么我们下午的论坛呢就开始。下午的论坛呢，首先是由阿里巴巴集团 CEO 马云先生给大家做一个演讲，那么下来呢会有张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阿里巴巴的发展史和阿里学院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会有杨天霞给大家讲一下阿里认证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老师都比较的认真和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好，首先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阿里集团总经理 CEO 马云先生。各位老师，各位领导，下午好。不好意思，本来定的是上午，那刚刚下飞机，因为昨天呢到我在北京跟中国邮政我们做了一个战略性的协议，这也是阿里巴巴可能这两年最具战略性的一个协议，我们标志着我们阿里巴巴电子商务进入了物流。那这个月呢确实比较忙一点，这个月我几乎在杭州大概待了一天两天，我去了新加坡，也去了那个美国，刚刚从 APEC 越南回来，所以这个大会呢我是盼望已久。我跟张普讲过很多次，我说很多电子商务的专业，很多同学毕业以后，我经常在各种场合上面碰上很多学电子商务专业的人，聊了以后呢我感觉他们也挺难过，我也挺难受啊。其实可能大家学的东西没对上，一个呢电子商务现在在我们公司里面，因为在国内已经有1400万的注册会员使用阿里巴巴 B2B 的网站，
很多我们的在群里的销售和客服经理，他们最大的困惑是我们的客户缺乏电子商务的专门人才。我以前曾经前年我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说阿里巴巴上面是不是开一个招聘频道，专门帮中小型企业招聘电子商务的人才。所以呢，很多我们很多销售人员成为了专职的这个很多企业的这个人士，就是招电子商务专业人才。而一方面我们每年有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学的都是电子商务专业，但是呢在企业上应用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切阶段，阿里巴巴有这个想法，也可能有一点这样的资源和能力来帮助和参与中国这个高校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培训和教育。那我自己觉得这事情的意义非常之大。那么我想今天主要先跟大家呢作为一个探讨，我怎么看电子商务这个发展。我这次呢是参加那个 APEC 大会，因为我是中国驻 APEC 的三个常驻代表啊。这个21个经济体，现在不能叫21个国家，因为台湾香港不是国家，他们是经济体。21个经济体呢，每个国家有三个常驻代表。那么这三个常驻代表呢是比较那个，应该来讲算是，因为一个经济体派一个啊，美国三个是由布什任命，每年是总统任命的。那我呢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被国家任命成为三个代表，所以每年我们要跟21个元首呢进行对话。那今年呢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连续一年必须要参加4次啊，第一次是这个选3个地区，然后最后一个是峰会，峰会是一定要到，像今年峰会是在越南，去年峰会是在那个韩国，胡总书记都去了。那今年他们希望我呢做那个一个 co-chair， 就是行动委员会的主席。那我觉得行动委员会很多事情我根本懂啊不懂，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挺复杂啊。然后呢后来我突然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可能在2-3年内我会投很大的精力，在 APEC 21个经济体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要求各国政府必须落实的，就是中小型企业的电子商务，怎么样通过电子商务帮助21个经济体啊的电子中小型企业能够通过电子商务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在这儿呢我可能会投入很多的精力，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全世界的电子商务呢能够起来。那么今后几年我相信我国啊，我们中国啊，这个美国、日本啊、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周边的这个21个亚太地区的21个经济体，都会把电子商务促进起来。我们可能会成为这个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的一个 engine， 一个引擎。所以我自己觉得呢，这一看我兴趣又大增啊。本来一年4次，如果说2次不去了就要被开除。我今年的这个4次，我3次没去，最后一次我说你们就开除我，我真的没精力了，没有时间。但一看这个对电子商务的促进还是很有帮助啊，我觉得我可能还再去。那么从这儿来看呢，全世界各国已经把电子商务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在看。我自己一直认为电子商务是将来国家与国家竞争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而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10年以后，全世界70%的生意，我绝对相信70%的生意和企业必须是电子化，必须是在网络上进行。啊，这个趋势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我在1995年开始做互联网，96年呢，曾经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在报纸上那个讲了一句话，说中国不要提互联网，不要提信息高速公路，因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太差。中国这个网络基础建设太差，所以呢，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路太远，我们都不要去提。那时候我很气愤，因为95年开始做互联网，96年刚刚觉得中国可能互联网有点机会的时候，那个学者他特有影响力，当时在报纸上都登。那我觉得这个，正因为中国基础建设差，可能电子商务、可能互联网给中国一个非常大的跨越的机会。我说我那时候是也不是很懂，但我觉得中国可能埋设的本来这种铜缆本来就比较烂一点，对不对？但是欧美各国呢，这个基础建设已经不错，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可能是用光缆更先进的基础建设。
所以中国可能说扔也就扔掉了，我们要采用的一下子是最先进的。而美国由于私有经济是这个各国公司自己拉的光缆啊，各个公司自己拉的比较好的基础建设，如果要取代那是最难的，往往既得利益者是任何创新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大家想，这两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传统企业做得好的人把自己的产品搬到互联网上基本上都不是成功，几乎没有成功。互联网做得成功的往往是在传统企业里面根本就不是很成功，他一上去以后就做得很成功。你说媒体谁做得最好？新浪做得最好，他打败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阿里巴巴当年跟环球资源啊，有些我们有一个竞争者在杂志上面做得非常好，到今天为止杂志都做得很好，出口资料他是做杂志的 Global Sources， 他认为我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杂志搬到网站上去，很多的客户就会用我。阿里巴巴几乎没有任何杂志的经验，也没有海外客户的经验，我们两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竞争，我们现在市场啊越距离他跟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沃尔玛的 CEO 曾经讲说，要是沃尔玛把自己的产品搬到网站上去卖，沃尔玛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Barnes Nobles 大家听说过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书店，他说亚马逊怎么跟我比，我要是把我的书放到网站上去的话，所有亚马逊是一夜之间给没了。结果 Barnes Nobles 并不咋地，亚马逊是越战越勇。是什么原因使得电子商和互联网的发展的趋势发展的？我们最近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论，传统企业是从传统的眼光去看互联网，互联网企业是从互联网的眼光去看传统企业。这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是从传统行业去看的话，你一开始是因为你有什么而是去想做什么，我有这些资源所以我想做这个，我估计我能成功，这是很多人的首要。我比方说沃尔玛想到我有这么多的商品，我有这么多的客户，我有这么多资源，我有配送，所以我要是做电子商务的话我一定能赢，所以我要去做电子商务。Barnes Noble 是说我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书店，书基本都在我这儿，我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我的书也是自己出版自己印，我搬到网站上谁可以跟我竞争，所以他是认为我有什么而去做。而亚马逊 eBay 这样的公司，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是什么概念呢？说我想做这件事情，我想改变这个世界，我坚定觉得这个事情才有意义，至于资源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拿好也好，借也好，买也好，把它来完成这个目标。这是两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就创业者也好，改变性的说 I want to do this 而不是说 I can do this，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网络一旦上手的时候，像新浪几乎没有 content 是自己的，对不对？你说沃尔玛碰上了什么样的问题，巴斯诺布碰上什么问题？一开始说要搞竞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们公司要改革，那么现在请小张来负责电子商务，我们所有会支持你。但小张一上来以后马上就跟那个老板讲，老板你是不是把你的书全部放上来， discount 的价格是这个样子，所有的东西大部分可能是免费的。那老板肯定说不行，这是我们看家的本领，靠这个吃，我有2000多名员工靠他养。所以真正开始实施的过程，支付宝现在的发展速度是非常之惊人，它完全跳跃了支票，现在连美国都没人用支票了。我们也跳跃了信用卡，没有信用卡照样也可以用支付，照样可以网上进行支付。昨天我们跟邮政的建议，本来你说要有支付宝的话，你一定要邮政这个银行里面去开个这个电子银行账号才能到支付宝。明天我们昨天跟那个中国邮政联系，经过邮政的钱，你知道从邮政可以汇钱到支付宝账号上面。所以我们背后呢，所有的每天向人民银行，我觉得这是个责任。如果阿里巴巴不进入这个领域的话，将来的灾难对国家的灾难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说跟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啊，这个浦发银行，然后我们跟邮政，就几乎中国九大银行我们全部签了战略协议，把所有该银行做的全银行做，我们做的我们做，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但这些改变以后呢，使大家想到原先认为中国这个环境不可能产生电子商务的交易，而今天电子商务的交易，我想告诉大家，前年淘宝网的交易是8亿，去年80亿，今年淘宝网如果这个网上的纯交易来讲，会出来160到180亿，明年可能会300亿。
在未来的十年以内，我们认为中国的 C2C 市场将会有1万到1万4千亿的交易量，这是巨大的一个，对，这个市场就光 C 就 consumer 市场就会这么大，那就换句话说，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我觉得另外一个想法，在 B2B 领域，大家知道前几年全世界最优秀最有意思的一家公司 Dell Michael Dell 戴尔公司，戴尔公司实际上它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电子商务的模式，它的所有的订单啊，它是零库存经销，所有的订单都从网上订来，订来以后根据这个订单以后价给下面的这个装配以后他们去订货，整个是这个流程，几乎是等于是一个那个无纸化的，也是整一个没有库存的一种经营方式方法。但是它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你说戴尔出来的时候，惠普比它大多了 ，IBM 比它大多了，对不对？连我们那个宏基各方面都比它大多，谁都觉得这是愚蠢，怎么可能订货那个电脑真正在网站上订呢？但是最后戴尔几乎打遍所有的对手，都打得人家是晕头转向。那今天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培养出下一代的企业，可能是100家、1000家、10000家的企业都采用戴尔的模式。Dell 原先是自己最早走的时候，自己通过人家往自己网站的写。我觉得今后中国新型的企业会出现的是，它的很多的订单都通过网上来，因为网上订单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客户的习性，客户从哪里来，所有的资料、价格、产品，根据这个订单以后，把这个订单下给工厂，然后呢，运货是直接可。也许很多工厂今后实际上是个分销中心，它在广东地区建一个巨大的工厂，比方说我是瞎想想的一种可能会出现。瞎讲一个例子，比方说 TCL 今后它的自己的电视机可能就在网上下订单，网上人们说我要买这样的电视机，拿到这个订单以后它去生产以后，它可以把这个通过物流公司把这个货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但是呢，以人家说从 TCL 一台一台捐出去可能比较麻烦，他可能在全国各个几个建巨大的一个配送中心的物流公司把这个货送过去，所以今后很多工厂的库存量会大大加丁，物流产业会迅速的发展起来，电子商务对客户的了解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这个是 CM data 的了解集聚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将来制造业行业的一个必然趋势，网上购物也会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已经我上个月在飞机上，我去北京啊，从杭州飞北京，有个小伙子过来跟我给了一张名片给我，他说谢谢我，我说怎么，他说我在你们淘宝网站上卖梅干菜，杭州那个绍兴的梅干菜啊，一个月卖6万块钱。这个我也是很好奇，这个谁会买梅干菜，这个他说是全国各地的绍兴人啊，全国各地的绍兴人在网上说梅干菜，他有正好买，因为有些人在外面待的时间长，需要一些家长。这些有一个朋友是跟我在那个亚布力开会，亚布力他说买了一个，亚布力会结束以后呢，很多人对亚布力市当地政府给我们每人送了一袋那个蘑菇啊，什么蘑菇，以后大家回来不忘掉，有的人就放在3个月以后，他把蘑菇拿出来煮了，说哟，这蘑菇真好吃。完了以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买，然后网上一搜，有很多亚布力的蘑菇店，他就买回来。也就是这种改变，以前我认为啊，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挑战我说，今后企业不可能这样，就是订单往上走，分销中心物流到直接到客户。我认为这可能性非常之大。有人说我们公司就不会做，啊，很多人说我们公司肯定不会做，我们也不会找这样的公司做。就像我妈他们一代的人说，哎呀，我肯定晚上不会买。我说我肯定不会来让你去买，我们要让我儿子再去买，对不对？这你要去说服你妈去用个新的东西，太痛苦了。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以你要改变，还不如去创造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儿子在网上玩游戏，这一代小孩一代挺有意思。我最近发现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不一样，小孩十几岁的小孩在网上玩游戏买东西，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感。我是这个年龄，我做电子商做了这么多年了，阿里巴巴淘宝我还从来没在网站上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买过东西，我总怕。哎，我是讲实话，我觉得这东西太复杂，对不对？
但是原因，但是你发现我儿子天天在网上都买这些都买这些东西，我说你不怕吗？这怎么怕的？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代人经过文革以后啊，看看都是坏人。我做任何人，他都肯定要骗我，对不对？那是坏人，他们脑子里面觉得生下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他根本就没有觉得网。他说你怎么可能骗呢？我说怎么可能不骗呢？他说我做了100遍就没人骗过。哎，我倒也是，是没人骗过，但是我总觉得人家要骗。其实这个自己的跨不出去是很难的。你有时候去说服你的舅舅阿姨奶奶们，你要说服他们，你要去说服一个老型企业，越今天越成功的企业越难改变，而改变一定要在最成功的时候改变。这个我经常讲，你一定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把自己的屋顶爬上去修好，不能在下雨天，这雨下了呀，我们家屋顶不行，爬上去越修越烂，还掉下来摔死都有可能。就是大雨一刮，风一吹，你又在上面修屋顶，不是活见鬼嘛，对不对？天晴的时候做，企业也是在最好的时候必须改型。所以我们觉得中国下一代，你看大学生，今天的大学生如果不使用好电子商务，那今后就灾难大。现在大学生，我觉得我特别希望这个在座的很多老师教授花点时间给我们的同学，让他们其最好的社会实践是在网站上开一个小店啊。现在很多大学生在网站上开小店完全赚了不少的，第一他的学费肯定没有。我们最有意思的一个小姑娘，我不能讲她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已经雇佣了30几个人，小资本家了啊，2-3年以前开始开一个店。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在网站上一个月赚三四块钱啊，挺正常的事情。他们有的从家乡里拿点东西在网上卖卖。实际上来说，我们要培养大家的是什么？在网站上开小店是培养跟人沟通做生意的原则。特别网络上做生意要变业，线下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必须建立良好的诚信体系。其实互联网对现有传统经济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你没有诚信的体系，不做诚信你根本就活不下去。每一个人你会发现，很多开店的人，每个人在网上说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别人一个好评，一个中评，一个优评。别人给他写个差评，这个人简直要气昏过去，肯定给他弄得恨不得到我们公司门口来闹事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一个差评一个好评的区别太大，很多人选择的就是根据他的评论，根据他的交易量。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为止，如果说大学生在学校里从一年级就开始有30年，其实真正好的人经营不是不需要白天黑夜在那儿，很多人是白天上班晚上打理小店啊。我们在整个发展的整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图啊，你们下午去，好像是今天下午还是明天要去阿里巴巴参观对吧，去看一张趋势图，挺逗的一张趋势图，这个淘宝网和支付宝的交易图，早上8点钟开始来了，9点钟上班时间五高峰，所以我们估计中国全大部分的人购物都在上班时间购啊，完了啊，11点12点是最高峰啊，一点钟是最高峰，是吃午饭以后很多人在办公室里面休息买东西啊，然后呢量就下班以后他也下班了，然后呢到了8-9点钟又起来了，到晚上10点钟又是一个高峰，晚上10点钟8-9点钟10点钟上班的高峰都是白天是白领人员，晚上回去打理小店，家庭生活，很多人麻将也不错了啊，很多人开始觉得哎挺有意思，一户人家，很多人是一户人家，这个老爸负责进货，老妈负责那个，女儿负责聊天，这东西技能完全是不一样的技能。我在广东碰上一个客户，广东那个客户，那个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玩具工厂的一个老板之一，他说马云我真想不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想不通事情？哎呀，他说我们工厂生产的玩具是全中国也算是最好，几乎很多玩具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销售我太懂了，然后呢你说搞网上去做零售试试看，那我就试试看。结果我卖了，就是有几个小女孩问我拿货，我自己也在网上卖，我这是一个月卖不出了2件。那个有两个小女孩每个月问我啊，每一天要问我拿20-30件拿去卖掉，我怎么卖？这两个小丫头，她说钱我比她便宜，她卖2块我卖1块，她说她卖10块我卖5块，然后就是卖不过她，怎么弄也弄不过她。你知道为什么原因？
这种网站上的销售的技能是完全不同的技能。那些小女孩上聊，哥哥算了，妹妹，你这东西拿去嫁了无所谓了。我说你这老头怎么去跟他们聊这些话？他的套路跟你都不一样。那些小女孩很明白，今天要的不是利润，她肯定要的是新奇，她要的是评论，她要的是你客户下一个再来。你这个思考完全是已经倒过来，是现实上面的生意。所以这批小女孩越做越，你信不信下一次淘宝的那个，我有每次去听那个淘宝会员见面会啊，真的是自叹不如啊，真的是自叹不如。这小孩都很小，对不对？但他们每个人讲的生意经，在网上呢一个月赚五六万块钱的小姑娘小男孩，现在是很多很多各个城市都在淘宝网站上，但他们根本看不出来，小女孩的工资收入比你们高不是多少倍，对不对？但他们就是有自己的独特的技能，这是一种技能。所以我都觉得呢，很多大学生其实从一年级开始，二三年级开始课程，晚上有个小店，几个人可以经营一个，然后到一定毕业的时候，就光这个小店就没有就业，这个小店就可以有多少薪级的话，如果这个小店它已经有钻石级的话，第一它不需要工作，第二它要去任何公司应聘的时候，就凭这个东西，它就在电子商务上面所向无敌啊！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电子商务的教材可能讲的比较多一点啊，比较讲的多一点是国外的案例 EDI 的模式，这些东西要不要讲，要讲，但是最主要讲实战是最重要的。企业需要的是实战人员，以后毕业的时候他拿出这个，我有一个淘宝上或者在某个店上的三钻石的店，那比什么都说得清楚。你有本事你给我去弄一个，弄不一定弄得出来，你我两个人坐在那边去开店还不一定搞得过他的。这是一种技能，这就像学英文一样，你一点一点积累，你了解客户的需求。现在很多小女孩她自己搞的就是 CRM， 对客户几乎分析，你到了生日她告诉你，而且永远不是会让你讨厌。我们这些人发封信可能让人家讨厌，她发的信永远让你觉得很舒服，哎，赶紧再去买。营销技能、沟通技能、客户了解、市场量，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大家也要注意，对 eBay 也好 ，Amazon 也好，啊，对那个 Yahoo 也好 ，Google 要不要分析？要分析。但是今天的中国，我可以这么讲，今后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一定诞生在中国。我们有机会在几乎所有的基础建设不如别人的情况下，我们迅速跨越建立一个 different animal， 就是一种不同的动物。很可怕的是，最大的创新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打法，你是从这里走，它从这里来。所以说就像 Google 跟互联网里面， Google 是一个跟第一代的互联网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打法，使得前面的互联网公司搞得措手不及。而 Yahoo 和 Amazon 这一代呢，是跟传统企业是不一样的打法，来了个措手不及。而中国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顶。我昨天跟那个中国邮政在谈，中国邮政在全中国有6.6万个所，就是很多农村没有银行，但是一定有个邮政所。很多大学门口可能是没有什么那银行，但是邮局肯定有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外面的那个所是2.8万个，邮局是6.6万个。邮局由于有了电子商务，他又开始，以前他就觉得哎呀，有了互联网以后没人写信，没人寄信，但没想到现在邮局又活过来，越来越厉害。淘宝网每一天的交易量35万笔，换句话来说，至少有30万只包裹要寄出去，现在淘宝网还只有这么点大。我们想象1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说在农村的购货，美国的模式是由于交通的便利，他把很多的超级商场沃尔玛、Kmart、Kingfisher 全部是建到了各个商场边的农村边上去，因为交通啊、汽车。中国这个玩意儿如果要建很 tough， 不是不要建，估计10年20年内最容易建的。如果在各个邮局的，由于有了邮局以后，网上订货由邮局直接把货送到你们这家门口，所以农村直接可以通过网络的这个跳跃时代，不用等20年把超市建到他们家门口去。因为这个东西就如果配送解决、支付解决、信用体系、信用解决以及信息解决的话，这将会像非常之可怕。所以5年10年以内一定会起来。那第二个呢，我在
三个月以前我在华尔街讲过，就是人家问我你怎么看中国的互联网，我是这么看，十年以内后全世界三大互联网公司中有一家一定是来自于中国啊，一家一定来自于中国。他们说你凭什么说一家一定来自中国，我说就是凭我们的 population 13亿多人口，我们这个一定在13亿多亿人，我经常讲13亿人口，我们搞个3.5亿、4亿人上网，也就我估计再搞个5年吧，差不多了，对不对？当时中国说手机，中国的手机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手机，人家是不可能，中国人这么穷，怎么可能有手机？哎呀，一个手机700-800块钱，可能有1-2千块钱。同志们，现在看看我们的手机超过5亿了，对不对？手机过5亿了，那你现在来想想看，现在已经到1.2亿，我们搞个3-4亿人上网。easy， 因为上网到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在电脑上面，手机的改革，移动商务和移动的起来以后，迅速各个手机就会成为一个终端，上网的终端，所以网络的普及迅速会在5年以内可能会有3亿到5亿。大家知道美国的 population 是多少？美国的人口总共刚刚过了3亿人口，他要搞3.5亿，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们美国人现在生孩子生20年，也生不出3.5亿来。马上升，对不对？所以10年以后，我们这么大的 population 在，以及中国中产阶级，我们去想想看，现在我们每个人在网络上愿意花多少钱？你一个月，我们这儿数据算一算看，我估计你一个月在网上花50块钱，了不得。我们现在的孩子一个月在网站上花5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真是这些孩子没钱的，这些学生都没钱。现在网络上最活跃的这些群体是20岁到28岁之间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今天并没有说很有钱，但是你看10年以后，他们将会成为公司的高管，成为白领，网络成为他们的生活。今天他们花100块钱，到时候就会花1000块钱，甚至花5000块钱。网上购物今天再也不可说24小时，说24小时生存测试，我可以保证你现在去不用二十，你就1年以内，你弄个网站上去生存都可以，只要你有钱，网上支付全给你送到，这是一个趋势。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每个人网络人数在不断增加，消费力量在不断增加，中国中产阶级，中国经济的不断增加，所以这个市场是必须一定会在。大家想没想得通，在网站上面现在销售量前三位的中间有一个产品，我是以前打死都不想，这玩意儿怎么能卖？女装服装在网站上是前3-4位的产品。我在想，女人买衣服是最复杂的事儿，对不对？跑出去4-20000遍还不愿意买一件，她摸摸捏捏穿穿看看弄弄的，哎，她网上会去买，而且这个量居然是这么大。淘宝现在一天要就是通过支付宝都有5-6千万人民币的交易量，也就是说，她这个服装有这么大的交易量的话，人们已经觉得这是easy，她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还有一个，在网上卖珠宝。我觉得这东西是不太蛮悬的，现在珠宝销售量涨得也非常之快，而且珠宝销售量也算是很热闹。所以你想想看，连这些东西人家都敢买的时候，这个5年以后会怎么样？10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改变的是 consumer， 然后再改变的是 manufacturer 制造商 trader 电子商务。大家认为我在5年以前讲过这个话，我今天还是想跟各位老师讲，人们认为电子商务会消灭中间商，我认为电子商务不是消灭中间商，电子商务将会诞生一批新的中间商，是电子商务的中间商，他懂得哪儿进货哪儿卖，哪儿进货哪儿卖，这代人一定会富起来。所以我自己对电子商务非常之看好啊，也许我自己不一定会在这个公司里面干很多年，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优秀的人越来越多，他会有更多的人来取代我，但是我自己想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你说我特别感兴趣自己生活在这个年代，因为我说我今年的年龄，我现在的年龄，对吧，我的经历，然后中国经济高速起来，以前大家知道要想改变别人，你要想改变很多人，改变多少人的思想，改变多少人的工作方式方法，生活方式方法，那边有枪炮的，那个你要想把中国起来，你把产品卖到国外去是靠炮舰打进去的。
你要改变很多人的思想，把他们的生活改善的话，是推翻一个社会的，对吧？那是不，但我们这个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给社会创造价值，你会影响，你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什么标准，谁在20年以后的世界经济的角逐过程中谁就有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就阿里巴巴这两年为什么淘宝是免费的，我们知道呢，我们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挑战，我们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有声音。所以我们在全球的 B2B B2C C2C 三大电子商务模式中，我们现在 B2B 我们是全球第一， C2C 呢暂时是第二，在全球范围第二，亚洲我们第一，但是不等于我们有一天不搞到美国去，对不对？淘宝也要搞到美国去的嘛。那么至于 B2C， 我一直不看好亚马逊。我到今天为止，尽管上个礼拜我跟 Jeff Bezos 在那个旧金山会面，就是他们那个 Amazon 的 CEO， 我们聊得蛮愉快。他们现在在转型，啊，亚马逊的模式，我认为是很 strange， 啊，不 make sense。B2C 的模式最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比方说淘宝网，每天1.5亿的访问量 page view， 纯1.5亿 page view 的 pure consumer page view， 消费者的网访问量，这些客户。如果说今天海信想买自己的电视机，你知道在你不需要自己去建一个网站，说海信的网站上面要用支付体系，上面要工程师，很多企业首先想到的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是利用资源，不要自己去 rebuild。 很多公司说我有钱，我自己搞一个网站，搞一个网站跟搞一个电子商务网站这是完全不一样。搞一个 homepage very simple， 我相信是14-15岁的孩子做个 homepage 现在做得非常漂亮。 homepage 跟网站是两个概念，啊，完全两个概念。如果说电子上最后安全体系巨大的容量，比方我们有几千台服务器，如果哪个公司碰上技术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今天请个人过来20万美金，你就把我这问题给 fix 掉，你可能就未必。我们可能要养将近1000-2000个工程师，我估计你要有网站最头痛是没有访问量，你很头痛，有了访问量你更头痛，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天天要加机器不灵，加了机器以后还有这个协调了那个协调，所以最后电子商会出现说很多真正的 B2C， 说你是生产电视机的，你就会把自己的网站，就是让淘宝网这样的网站，这样的很多的公司说你来帮我做一个吸引流量和访问量，流量访问量降以后支付体系能够解决掉，他自己只要做的是服务生产和配送，配送有配送公司，最后一定会成为这样的 B2C 才是未来的趋势。一家公司说，我那时候觉得亚马逊的成功原因是什么，美国它是个 concept， 最有意思，亚马逊是电子商务中最漂亮的一个 concept， 他提出我要开一个虚拟的店，大家网上可以订购，完了以后呢，这个将来会怎么样，他首先上市融了20亿美金。美国的零售渠道进货本来在美国很多这样的经验，然后呢配送整个仓储他们很有经验，他们唯一要做的一条线就是 traffic， 就是访问量，而访问量当时如果有20亿美金你是可以做起来的。为什么8848死掉了？中国的 B2C 8848死掉，像卓越和当当可能一个月的营业额还不如我们4个小时，好不好？什么原因？中国说要搞一个这样的 B2C 模式，说我要去进货，我还要弄个大仓库，然后我还要去前面拉 traffic， 还要搞技术，你几乎是全线作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使用电子商要想到一点，是利用这个人有 traffic， 这个人可能有支付，这个人有配送，这种东西的整合才是未来真正的趋势。这是下一代所谓 B2C， 所谓 Web 2.0 的概念。大家 Web 一天的 Web 2.0 炒得很热，什么叫 2.0？ 想透一点， 1.0 是给别人看的， 2.0 是给网友用的。你 1.0 就是看你就新浪，哦，看看，哎呀，都是新闻，他都给你编好，他的 content 是网站提供的， 2.0 的 content 都是网友提供的。网友怎么提供？就所有去使用，就它是个工具驱动的所有的 content generator。 所以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请我们所有的老师和教授高度关注。这全世界竞争过程中，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创新的形式越来越多，小的网站个性东西越来越多，多花点时间去看，让我们的这个同学去实践，
去使用，只有这样我觉得我们才会有很大的机会。所以我唠唠叨叨讲了那么多，接下来可能还有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些问题，好吧，谢谢大家。那好，这样因为马总呢今天刚刚早上八点多钟才坐飞机到杭州，那么下午还有会议，那我想可能我们现场只有三个可以回答的，那现在开始哈。我们把灯打大开，我就看不清楚，黑压压的一片，我最怕眼睛刺激看不见。那麻烦把灯那边，好，那边谢谢马总啊，很高兴我第一个举了手，把这个机会给我了。我是来自南京的一所学校，应天职业技术学院的。那么在南京呢，我了解到有一家企业叫陶职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网站。陶职职位搜索的职，陶职和淘宝呢非常的像，它呢现在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实践基地。那它主要就是这个职位搜索引擎，把这个百度的那种搜索和这个职位这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发展的还是不错的，几个月的时间大概达到几千万的一个规模，可能有这样一个量。我想听听马总对这个的一个评价，可以吗？谢谢。我没有听说过那个陶职网，但我相信这是一种很好的试验。搜索引擎，我先讲一下搜索引擎的看法，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去年收购了雅虎啊，这一年我比较忙，就是全是在弄雅虎。我觉得互联网将来电子商务也好啊，互联网将来有两块业务是收集信息最强的，一是 e-marketplace， 就是网上交易市场，第二是搜索引擎，这两个是收集互联网信息最强大的两个工具。阿里巴巴做了这个电子交易市场，完了以后呢，我们在搜索引擎上面，去年 Google 啊，前几年 Google 迅速成长以后，我们发现如果说我们不进入搜索引擎的话，今后电子商务我们一半天下会被电子商务给抢去。所以呢，为了完善整个电子商务交易，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搜索引擎。但搜索引擎这个玩意儿，我想跟这所有老师来讲，我以前知道这个玩意儿复杂，没想到有这么复杂。我们判断自己做一个搜索引擎大概需要4年到5年时间，一个好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去购买一个的话，可能需要2年时间把它整合，啊，1年到2年。为了缩短2年时间，我们宁可去购买，所以我们进入了雅虎。当时我们整局判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整个判断，如果从技术含量来讲，就技术含量，啊，搜索引擎的技术含量非常之高，啊，确实非常之高。那目前来讲，全中国的三大全世界的三大就是中文的三大搜索引擎哈，全世界排 Google 搜索的技术在英文版上，英文它最强大的，它跟雅虎之间，雅虎美国一年内改了想了所有的招数用下去，现在两个技术一浪。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Google 的另外一个模式非常之强大，就是它的 P4P Pay for Performance 形成了个良性循环，Google 这两年的 market share 迅速壮大，使得雅虎在美国居于二名。但是两家技术等于100米跑的话呢，从100米赛跑来讲， Google 可能是8.7秒，现在雅虎是8.8秒，这两个之间的区别。那么在中文市场上来讲呢，我们今天就看下去啊，这个整个搜索引擎，就搜索引擎首先是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技术。百度如果100米，一个是8.7，一个是8.8，百度应该是9.2、9.3秒之间，这是一个技术上面的问题。那么这为什么这样？就百度为但是为什么百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百度的 localization 啊做的是非常牛，极其牛。它有很多人，前两年你们大家这两年吧，你去年年初你去搜功夫两个字，你到中国搜索引擎搜功夫。这个 Google 和雅虎出来是少林功夫了，少林寺，百度知道你搜的不是功夫，他你搜的是功夫这部电影，他就把电影给跳出来，他加了很多人工的力量把这东西起来，所以百度的 result better。 但是他搜索引擎的核心的技术来讲， Google 和雅虎是最强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我觉得今天它那个全网搜索的核心技术是非常之难的 ，very tough。所以这一年以内呢，我其实阿里、雅虎我们搜下来也第一整顿的，但我们从来秘而不宣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支团队，我们 CTO 到雅虎，我们阿里巴巴集团 CTO 到雅虎做技术总监，我们刚刚完成测试。终于花了一年时间，不管外面怎么说怎么骂，我们说雅虎就搜索，搜索雅虎，说过以后，我们除了搜星运动乱七八糟瞎扯，就让大家不要忘记雅虎。我们其他那支团队啊，美国所有的华人工程师就聚在一起做了雅虎搜索技术。这一年的心血是非常大，现在刚刚经过盲测，我们的技术含量已经三大网站里最好。但是呢，今天来讲，我想告诉大家，搜索引擎的技术，一种是站内搜索 easy。全网搜索那是很复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后小的 vertical 搜索将会成为个性化搜索，将会成为未来的趋势。所以你刚才的职场网啊之类，但要注意点，要你迅速做大。你如果没办法迅速做大，一定会被雅虎、百度、 Google 扑进来，把你连锅给端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要 niche market， 你做到独特性，你的个性化多了以后，别人就没办法搞你啊。所以总是这个两，你要更加拼技术、拼规模，你迅速做大的时候才有机会。第二，你要有个性化的东西加入进去，你的 niche market， 比方你就是我们南京地区的所有的老、所有的旧资，你就有可能，你怎么搞人家不可能百度和他们搞南京，但你要搞全国，你可能会把它搞死掉啊。基本上是这种模式。那还有一个呢，请多关注一下技术。但是有另外一点，又话说回来一点，为什么我们认为搜索引擎这个技术市场，搜索引擎还有机会所在？我现在认为中国的搜索引擎大战还没有开始啊，明年一月，因为我们还没开始竞争了，对不对？这个 game 还没有 start， 所以我们说明年开始，我们看一看到底谁厉害，对不对？我们开始在总是要竞争才会，我们也帮助百度更成功，帮助 Google 更成功，对不对？总要竞争嘛，竞争是 lot of fun。所以呢，我们觉得搜索引擎现在首先一点，它都是工程师思考的搜索引擎，几乎所有的搜索引擎的文化都是工程师文化。他认为你要找这个就找这个，他认为你找那个就找那个。我觉得现在搜索引擎不够人性化，不够平民化，不够生活化。我们必须把搜索引擎生活化、平民化和个性化，搜索引擎才能够进入下一代。现在几乎所有的搜索引擎的思考都是工程师思考，就是他认为这是对就是对。网页搜索其实是 what 网页搜索，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未来下一代所谓 search 2.0 的概念，要把它更加社会化、生活化、平民化和个性化。所以这是我觉得你这个职场要想办法把 search 加 community 加社区，搜索加社区结合在一起完美的话，那就有意思了。马云先生你好，我是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也是南京的。对，今天南京来了很多是吧？谢谢。刚才你提到这个淘宝网上面开店，开店就有那个叫信用等级，就诚信等级，有钻石级的一些级别。但是你们这个公司是怎么对这个你们的这个诚信体系啊进行监控的？比如说是会不会出现有托的这种情况，或者抬轿子的这种情况？或者有什么抬轿子啊，就像股市里面抬轿子那种啊，抬轿子是吧？左手倒右手的这种情况，就是提高他的这个信用等级，你们怎么控制的？还有一些网评啊，你讲到网评，有些网评可能就是一些托，你们怎么去掉这些水分，你们怎么控制的？ Okay， 好，谢谢。好，第一，诚信体系目前来讲是几乎我们所受最大的这个挑战。2002年还是2003年，我又在达沃斯，我认识了我的朋友，今年诺贝尔那个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那时候那一场交流，使得我这个茅塞顿开。我们那个交流以后，反正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跟大家讲讲，就是我是从哪儿想到会来建立到诚信体系了，淘宝网了，阿里巴巴。那时候他在讲，他说他从美国学会了这个
银行业以后回到孟加拉国，他说我要开始搞银行贷，做银行。那孟加拉国那时候都是穷人，那他一些朋友就叫过来说，你们他让50个人写张纸条，每个人告诉我你们贷款多少钱。结果每个人垫上来的说50美金、100美金。他说这个银行怎么贷的，对不对？50美金，这银行起码10万美金、20万美金。他们说50美金够了。然后呢，他再去做个调查，发现整个孟加拉国大部分的需求，特别是女的还有小的企业主，他们要贷的就是200美金以内。他说好，我就搞一个200美金到500美金的贷款银行。那所有人都说这个疯子，这些人是最没有信用的，说不定拿了钱就跑掉，对不对？你这个银行怎么赚钱？没钱赚。他说我反正不管，搞下去试试看。结果他发现年底下来97%的回款，也就这些借200块到500块的人信用最好，因为他们借了以后天天想着要还，马上就还掉，然后呢接下一个。这种人的信用远远大于那些贷了很多款。我们现在以前的国有企业啊，对，你没贷款，这他是爹，你贷了10个亿以后你是他爹，哎呦，你千万要不你弄死我，反正没有钱了啦，对不对？你问银行贷100万，那毫无疑问银行弄得弄死你。问银行贷10个亿，银行见你慌了，你什么时候还啊，对不对？这个思考以后呢，让我又想到我第一次到美国去1995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到好莱坞一个朋友家比弗里街，哎呀那个房子真漂亮，玻璃房里面都是大电视机大弄。我突然跟我朋友讲，你们家怎么没有人用铁拉砸，人家要不然砖头拔一砸，把电视机背走不就麻烦大了。然后我朋友看到他，你怎么这样想问题的？我说我是这样想，我们中国人都这么想问题的，是不是？我们是这么想，你看看我们中国每户人家门口都需要装一个铁拉闸，对不对？要是不装的话，就感觉前几年整个中国全是像牢笼一样，就每个家门口放一个，对不对？要不放，觉得这是太不安全了。后来都拿掉了，并没有发现盗贼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心理，就我们小时候所教育啊，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教育可能是绝对是错的。人与人之间你防我我防你，眼睛朝我看看，眼睛有点怪异，我想想这小子肯定有问题，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稀里糊涂的斗起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提出，就网上必须建立诚信体系。所以阿里巴巴推出诚信，很多人反对，梁先生怎么是诚信？只要你坚持做下去，不断的完善，你是一定能做好。你说有没有托？一定有托。但是淘宝这几年，我这儿不能公布我们怎么防范，我们有 N 种的办法让那些托给抓出来。而且现在来讲，用支付宝的话，我根本就不看你们这种托，他有支付宝的信用的，你没有钱到，你瞎做瞎折腾。有很多包括 IP 包括所有东西都有监测，淘宝那些工程师还是很狡猾的，计算机也非常狡猾的。你们知道这个防盗盗骗是什么？我们把中国最优秀的刑警，中国十大优秀破案能手，他是专门研究犯案的，做就是犯罪分子的行为。我们一般一个人想一个犯案的办法，就破去做坏事，你想个30种招数，你已经很聪明了，想个40种了不得了。我们只要把这30种马上告诉计算机学会这种形象，记住啊，然后把10几个人所有的行为都告诉他，这个计算机是有2000种所有犯案的方法，他不知道，你一出来他就告诉你，真的就小心。所以你以为你很聪明，那哥们比你更聪明，他有一群人在研究的。所以互相拖都是暂时，以前有没有拖有拖，现在拖越来越少，因为没有意义了，没有多大意义。最后靠拖起来的还有 product 还有 service。你 service 好 ，product 好的时候，以及你的技能很好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托，你更来不及做生意。现在淘宝上很多店牛得很，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买过？有些店特牛，对不对？请个30-40个人，每人给我管账啊，是吧？对不对？他已经不需要托了。所以我给淘宝的这个目标，是在未来还有这个5年内啊，我们就现在还有4年，为中国创造100万的就业机会。什么叫100万就业机会？就100万个人拥有一颗钻石用户。一个钻石用户一般来讲一个月的净利润可以达到3000块钱人民币，3000块钱人民币就是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我们觉得淘宝网这是我们主要的目标，但是如果是可以允许大家作假的话，明天晚上就变成100万个钻石用户了，对不对？我们自己给他们加一点，
没有意义，对不对？这个我们是管得很严，因为这就是意味着财富。互联网电子商务给中国另外一个重大的促进，就是信用和沉浸社会的促进。如果我们这个玩意儿都不起来的话，都是假的话，你说我们玩电子商务不知道在干嘛，好吧？谢谢。好，我们下来是第三个，当然这个不是南京的哈，要不然变成南京大会了。好，马云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湖南机电职院的那个哪里机电学院？湖南机电职院的那个电子商务的老师，我在这里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从您四年学生招收那个电子商务的大专生开始，我们学校家长就一直在问我，说电子商务到底是在做什么，是不是就在网上卖东西，然后那个学生就一直在问我，我出去以后到底能够做什么，我到底是这个做传统的销售呢，还是就是做电脑前处理处理订单。然后那个我们您2005年至高职那个电子商务的那个学生毕业以后啊，就业情况基本上都是从事的那种传统的那个企业的那种销售工作。那么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说现在的企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量特别大，但是我们的毕业生出去以后找不到相对应的工作，这样一个矛盾之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电子商务环境还是只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然后就是说，如果要推进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子商务环境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把我们这几届学生，他们都是一个行业的这个铺垫者，要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和推进做出牺牲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就是我有一个学生，我们教学的话也采用了您说的那种实战性教学，就是在您的淘宝上开店。我有一个学生通过一个半月的时间，他就做到了钻石。他是卖点卡，他每张点卡亏一分钱，他亏本，亏一分钱，然后那个拉自己的级别。然后他有了一个钻石店以后，他觉得赚不了钱，还是赚不了钱，他就问我，他说老师，我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钻石，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够产生利润，怎么办？就这个，这是两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谢谢。好，第一个问题啊，先讲到电子商务是什么，出来是不是开店，还是干什么？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教育的改革，其实我自己将来离开阿里巴巴以后，我就做三个事。第一，我想回我自己老本行当老师啊，第二呢，我想对环保，第三是做农业，我觉得这三样我是挺感兴趣。但是呢，中国的教育改革其实一点，现在我发现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这是自己探讨，我是比较反对说大学生有什么低令什么保，就是你没有就业就给一个低保啊，这我觉得这不对，这不行，这个东西大学生需要的不是低保，大学需要的是就业机会。但是不等于有了大学毕业文凭你就一定找得到就业。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教育，前两天有人在说什么反对中国什么教育产业化，我觉得教育对中国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说我们不能 guarantee， 任何国家不能保证你大学毕业一定找得到工作，研究生毕业一定找得到，博士生毕业一定找得到工作。有人说北大毕业在什么哪个地方卖猪肉，好像觉得这个大事似的，那个家伙自己傻吧，对不对？北大还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人，为就是每个人有自己，当然也许他不傻，就我就喜欢卖猪肉，或者我一看没有机，人有很多人不能这么去比。但是我觉得大学生今天要学习的是什么，在大学里面学的是技能，学习的能力，学习做人的道理。其实学校学的是，我们学校，我们以整个教，我在西方和中国的比较，有中国关注教育的是知识，缺的是教育的是文化，缺的是学习的能力。其实我想如果在这方面有些改变的话，大学生出来说你今天出来找就业工作本身就说明你大学里学得好不好的一种技能的表现，这是你必须。就像我们公司以前，我们公司有个铁规矩，所有人到了杭州来工作的人他自己找房子去。以前我们说哎呀这些是人才啊，这些人才一定要给他们最好是解决好住宿，还有村所，还有什么的，那比国企了，对不对？有的人说哎呀我们的人才应该是走在我的墙光在想问题，咚，像陈景润撞一下头，
这些人我们不需要。你能不能干，你到我们公司先来应聘，应聘的成功了以后，自己找房子，自己租房子，自己辞职买车，一点点弄起来，这是一种能力的巨细的表现。和好，社会对每个人，所以昨天有中央电视台什么那个问我，我怎么最佳雇主公司，你怎么看农民工最满意的企业，女性最满意的企业和大学生最满意的企业。所以在我看来，我的员工没有农民工和女性大学生，他们就是我们的员工，就是我的同事。把他们看成农民工女性本身就是这种歧视的表现。大学生和中学生没怎么学，我们公司还有高中生干得挺好，就是他还是做，现在我们有个大专毕业的人，现在成为我们公司的数一数二的这个技术高手，他比谁都愿意学习，他把所有的钱拿来去买技术资料，去学习各种课程。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出来，首先告诉他，大学文凭拿到跟高中文凭的区别是什么？你多做了四年模拟题，研究生再多做了两年模拟题，博士生又多做了三年模拟题。你模拟题做了不少，但你管不管用？社会上才管用，真正的考试在社会上。第一个考试就是找工作。找工作从低开始做起。所以呢，以前我们觉得很不、哦、我是学外语，我很多同学外语结果回到分到下面去教物理了。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也面对，就电子商务是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第一，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电子商务给这些学生教了什么东西，这些玩意儿管不管用。前两天我孩子的一个同学跟我讲，哎呀，那个数学现在真难 ，cosine 了 sine 了，我突然噩梦惊醒，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被 cosine 了 sine 了搞得糊涂，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什么叫 cosine sine 了，但是我都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就我们的孩子每天不知道在学什么东西，大学里面天天背啊考啊。有几样东西我们用上了，我们在座的，你们是当老师，你们可能是天天在用。我工作了六年，再创业了十多年，这么下来，我从来就没有用过大学的，大概或者是高中、大学，大概不是，这不大概70%的知识我都没用过，对不对？什么三角、等边三角、斜率这些不是那时候背的是我晕头转，尤其 cosine、sine 什么东西啊，那个号码等于多少？哎呀，我是死去活来。You so what? 用了点什么东西？几乎没有用到。我所以问，第一问的是电子商务，我们今天教的是什么？我们的教材是什么？老师们教的是什么？他们学的是什么？其实来讲，阿里巴巴员工进来的人，没有很多人都不是玩电子商务，几乎没有人玩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的，好像很少很少。我们毕业进来的很多人员干什么？他是学各种各样功课，但他愿意学习，他有学习的能力。他一直都是很有意思，他是客户为导向，利用我懂得的学习，我学其他知识来帮助你。老师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老师出身，我当了六年半，大学里教了六年半书。老师就是我的学习能力。我自己的知识不够，我要把其他所有的知识去整合以后给你，是不是？这个是老师。电子商务上班道理是一样，我把我懂的所有的经验和知识来 support 这个，我想跟你讲。所以电子商务是什么？它是一门技能和 skill。 我想告诉你，今后70%的企业，无论70%的工作都会在网络上进行。这就等于你今天如果出去的话，你一定要学好英文。有昨天我讲，语言是一种技能，错了，语言不是技能，语言是一种眼界，英文是一种眼界，让你了解另外一个世界，要不要理解另外一种文化。有人说，哎呀，语言是讲，我跟你讲，讲和说有什么区别？这个人很能讲，这个人很能说，什么区别？讲就是言字旁一个井，就是把口水把井水都灌满，这人很会讲，还没有用。说是言字把一个对，把自己的语思想从语言兑现出来，这叫会说。这人会说，这人会讲，很多人特能讲的不会说。电子商务也一样，你懂这些知识你不一定会用。所以我想电子商务这玩意儿，今后我们的学生，你哪怕到政府里面去，你用电子政务全是网络化的也得用。你自己开店那是另外一种，不是电子商务就是开店，开店不可能13亿人口都去开店，中国有个200万人开店撑死了，
但是你今后的购物，你今后的交流，今后的 IM 是整个一整套是电子化，是信息化，是这是信息化社会不可阻挡的一种力量。如果上个时代是工业时代，下一时代就是信息时代，然后是生物科技，一切都以网络为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技能。我们以前说计算机，我是学计算机的纯 technology， 而电子商务现在说把计算机可以作为应用的一门技术去讲，这是我觉得电子商务你要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学到的是技能，你要了解怎么去跟人沟通，怎么用技术作为工具，把技术当工具，而不是把技术当你的饭碗。另外一个，一颗钻石到了没钱赚，是什么原因？说明他电子商务做错了，做的不对，做的对。什么是这个文人经商？现在是很像文人经商，我想理想很大，没用的。就秀才造反，三年不反。现在学生说他很聪明，我每分亏一分钱，我大概可以搞个钻石。然后呢，怎么变现？我以前讲商业领域分三种人，第一是生意人，生意人是一切以钱为目的，只要赚到钱什么都干。商人是懂得捕捉机会，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啊，我们浙商很多是有所为就专注。企业家是什么？企业家是把是创造社会价值。赚钱是企业家的，但是你要想成为企业家，首先要会赚钱。赚钱未必会成为企业家，但是不会赚钱一定不是企业家。那么今天来讲，你搞钻石，你今天一定要想赚钱，有两种极端，做生意要记住。一种呢，只会赚钱，考根本不考虑社会利益、客户价值，不干，这就是生意人。还有一种人是他不会赚钱，只会做好事，哈，这个人永远要倒霉。两种人都不可取。所以要告诉我们学生说，商业是一种游戏，商业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你今天讲怎么叫做 balance， 就是你天天在投资，像阿里巴巴一样，我们前年免费基础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商业模式，我们完全清楚商业模式，我们明白，我们可控，我们才敢免费。比方说我建楼，建楼前面也要烧钱，几乎所有企业都要烧钱的。你说你建一个楼的话，你不能说一张空子就开始，一块空地就可以卖钱了，你肯定先要投入开发地、买原材料、设计，把楼建出来，一栋栋的卖出去，对不对？这前面都是投资，到后面才赚回钱来。那你要问，你已经变了钻石了，如果不能把它变钱的话，你的商业意识太差。商业是一门运作，是一门艺术。所以这个我觉得电子商务学什么，我想告诉大家学的是，你有技能把它变成实践，把它变成钱，要学的是商业意识。因为教电子商务，我觉得我们最近可能教电子多了点，教商务少了点。最后 make people rich， create value， 创造价值，让人挣钱，让每人增加财富，让人省钱，这些基本技能是电子上学，而用的手段是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所以这个可能是回到原点，我们教的实际上是 MBA 教人家是怎么管理，电子商务可能要教的是人家怎么赚钱，真正用好什么样的工具去赚钱，这个我觉得才是社会上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好不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马总。那么因为马总下午还有会，本来答应我们是半个小时时间，现在马总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哈，我们再次一掌声，谢谢马总。阿里巴巴立志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成立起，一直发展到22世纪的第一年2100年，成为横跨三个世纪的全球优秀企业，以持久稳定的发展来保障客户利益的最大化。这公司的生存，我们需要利润，但阿里巴巴不是为利润而活着，阿里巴巴是为了打造中国最好的企业。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无数的小企业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千万富翁。阿里巴巴在 B2B 无人喝彩的1999年横空出世，在全球互联网最艰苦的3年中低调快跑，
让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子商务企业用户从中获利。做生意，谈生意，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好在加入了阿里巴巴，注册阿里巴巴，注册阿里巴巴。我们占据的是网络，是阿里巴巴。那我觉得电子商务是以后商务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啊。你电子商务这一块呢，我们就还是首选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呢，刚好符合了我们这种心态，一年时间嘛，我们随时可以接受新客户。阿里巴巴接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有大约的100多个客户的联系。有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有了阿里巴巴，生意多了。意外少了，企业发展的有利地形。到2004年，阿里巴巴已达到每日盈利100万元人民币的业绩。健康的发展保证了对客户的持久服务能力。期间，阿里巴巴更多次被福布斯选为全球最佳 B2B 站点，以及被远东经济评论的读者评为全球最佳 B2B 网站。是什么让阿里巴巴区别于其他的企业？是什么让阿里巴巴立志跨越3个世纪？是什么让阿里巴巴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它就是所有阿里巴巴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的阿里巴巴人，领导者具有坚定不移的目标与信念，团队成员则各有神通，执行力强，互补互助。短短几年间，阿里巴巴从全球商业活动到个人的交易，发展网商诚信，建立起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4大商业平台与服务。言出必践，一诺千金，阿里巴巴坚实的发展脚步和飞速成长，吸引了全球著名投资人的火热目光，也赢得了战略伙伴的信任，成就了一个个经典投资案例，以及并购雅虎中国这样的创举。是张扬埋头创业的第一代阿里人，送走了互联网泡沫后残酷的严冬，打造了一支长征般艰苦历练过的铁军。搬进华兴科技大厦写字楼后，骤然放大的空间释放了这群年轻人疯狂一般的爆发力。崭新舒适的新环境中，阿里人继续艰苦创业，打造阿里巴巴的全球品牌与客户更辉煌的财富奇迹。从2000年9月开始，阿里巴巴举办了5届西湖论剑，邀请到各路精英前来加盟。至今，西湖论剑这4个字已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阿里巴巴的愿望，
便是让崭新的中国网商群体得到更大的发展，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与个人的商务能力不受时空的限制。阿里巴巴成长道路的每一步都让业界和媒体猜测不已，而在每一个谜团最终揭开面纱的时候，无不带给客户、合作者、业界和媒体一次次的惊喜。这所有风雨烟云的背后，我们前进的步伐从未松懈，心中的目标从未改变。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放弃某一个产品，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使命，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公司要追求伟大的梦想。中国电子商务、世界电子商务并没有历史，没有什么说什么是最好，而我们去创造什么是最好。 Don't be the top, Let's go create a top.